段动画。很久以前，有个农民在田里干活。他累了，走到田边一棵大树下休息。没多久，一只兔子飞快地跑来，不小心一头撞在大树上，当场死了。这个农民很高兴，拾起兔子拿回家做了一道好菜，美美地吃了一顿。他想，我没花一点力气就可以拾到兔子，如果每天都能这样，那该多好啊。从此以后，他不再干活了，天天守在大树下等着拾兔子。他等来等去，结果什么也没有等到，可是他还是在一天一天地等下去。翻译：守株待兔。很久以前，有个农民在田里干活。他累了，走到田边一棵大树下休息。没多久，一只兔子飞快地跑来，不小心一头撞在大树上，当场死了。这个农民很高兴，拾起兔子拿回家做了一道好菜，美美地吃了一顿。他想，我没花一点力气就可以拾到兔子，如果每天都能这样，那该多好啊。从此以后，他不再干活了，天天守在大树下等着拾兔子。他等来等去，结果什么也没等到，可是他还是在一天一天地等下去。